你不打算睡了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怎么睡得着？查来查去，什么也没查出来，这太反常了。我费尽心思找了老领导，好不容易才坐到今天这个位置。哎，可是没想到，刚调回来就出了这个事。你这个弟弟，每次出事都跟他有关系，他就是个丧门星。你并不是已经花了100多万把那幅画买回来了吗？那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就是把他给剐了，那个本子他也追不回来呀。无论如何，这个本子必须要找回来。我给你弄个小娃娃，我儿子的事儿过去了，啊，他也长大了，懂事了。没有，我没想那事儿。那案子的事儿我不问，我就是说你这人呐，心思太重，以后什么事儿都别想那么多，要学会调节心情，缓解和释放压力啊。话是这么说，你真到事儿上，你说你能不想吗？天天这么多事儿，对吧？行了，现在别想，睡觉吧。啊，你先睡去吧，我再坐会儿啊。凭直觉，我就怀疑。一定是有人事先走漏了风声。本来这次调回来啊，想好好的干一番事业，但是没想到李冰这件事又把我和于超联系在一起了。他还真敢冲你来啊！你现在可不比以前，你是他顶头上司。我觉得。他没这个当。那啥，你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。我什么呀？之前为了你弟弟那些破事儿，你去于家打点，如果没有陈风琴拦着，于超会直接撕我的脸。你不了解这个人，这个人太可怕了。如果411这个案子被他给破了，那个小本儿落到他手里，那是铁证如山。那子桐，那你赶紧想个办法呀！这样，你呢，赶紧跟秋秋联系，那张画。很快就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出现，让你舅舅派人以高价把它拍下来。还要加价？按我说的做。去看看。
谭姐，快请进，请进。陈科长还没休息呢。没呢，看文件呢。我换一下鞋吧。不用不用，您快请进吧。好。老谭来了。哎呦，陈科长。老谭啊。啊。你看我这不速之客也没打个电话。什么话呀，不速之客。啊，不过你要不来我还真睡觉了。李三，给我沏好茶。来来来，坐。唐局，喝点红茶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都可以。那你们聊啊。好好啊。哎呀，老谭，这么晚过来，一定有什么重要事吧？陈副市长，嗯，我今天晚上是负荆请罪啊，我犯了个错啊。怎么了？跟老宋闹矛盾了？是因为您那幅画。那幅画怎么了？被我们家满月给卖了。嗨，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，卖就卖了嘛，不就是一张仿石头的赝品吗？能值几个钱啊？他卖了120万。多少钱？120万。那张画当初我20万从你手上买来，现在要加100万，送给别人，我是两头大钱。哎，你说我做的叫什么买卖？要是没有这120万，你能在这种地方喝茶吗？我跟你说，你眼镜得看远点，看高点，别说这点了，你得跟你那姐夫学学啊。哎，得得得得得，哎，说点正经的，今晚你跟那博士谈的怎么样？他这人是个狠角，要是按照他说的，哎，咱们背靠云南的董老板，以后再请客，咱哥俩过的那是天上人间的日子，再也不用为一船破沙去跟人抢地盘了。哼。哎呀，老刁，你总不能给我画张饼吧？这怎么能叫画饼呢？过一阵你就知道了。现在当务之急就是那把伞，当务之急都是为了给儿子结婚凑钱。这不李莎找了一个下家，这满月就瞒着我把这幅画给卖了。你马上派人到唐吉平家。啊？100万？对，只能多不能少，不能低于这个数。姐夫，您说的那就是一张赝品，不值钱啊。也许我说过，可是有时候假的变成真的。这事儿好像李莎呢跟我提过一嘴，但是她没说卖多少钱啊。没想到区区一张赝品，怎么会有人出这么高的润格呢？你放心吧，我想办法给赎回来还给你。120万我还是能够筹到的。哎呀，老谭，筹钱不是问题，这钱我都可以借给你。问题是这样啊，字画这种东西啊，一旦出手，就不是原来的价格了。如果要是高人仿作的作品，那价格就更不好说了。啊，你看，买主在哪儿？啊，是不是出手了？卖了多少钱？这才是主要的问题呀。哎呀，那可怎么办呢？你啊，别着急啊，既然卖就卖了，而且咱们压根儿也不知道这画值这么多钱，更何况这画是我送给你的，出什么事儿了，咱俩一起承担不就完了吗？你说是不是？嗯，来，喝茶。
3点呀。喂，你好。什么时候见个面？ 王队辛苦了，何队辛苦。我们接到报警电话，及时的赶到现场。
经过初步的勘查，我们感觉这不像一起单纯的交通事故，所以我们及时通知你们刑警队出警。伤者情况怎么样？伤者从目前看情况很严重。哦，那现在报案的人找到没有？现场没有发现报案人。哎，您先忙。好。你们去看一下现场。看来得找到这个报案的人，他可能是唯一的目击证人。明白。你是柳梅吗？我是。我们是秦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。有事吗？翟大川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丈夫。他出什么事情了吗？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好，我换下衣服。嗯，好。麻烦稍微快点。
我一没头，二没枪，三没做任何对不起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对吧？没错，这个钱是那个老板给我的，我救了他一命。这钱等于是换他的命，对吧？又来又来去拖把，哎，不是，你是不是很烦我来去拖把哦？不是，那个，哎，你要真喜欢那拖把呀，我就送给你吧，你拿走吧，好吧？我已经买了。啊？噔噔噔噔，这个是新上市的桃子，你尝一下嘛，很甜的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吃。啊！哎，你手咋个出血了？没事，我去干活啊，滑的，没事。我去给你拿创可贴。啊！不用，你坐坐，聊会儿天。不行，没事，真没事啊，坐。哎呀，好吃！你吃一个，吃一个，你尝尝，特别好吃。你今天看起来心情可以哦，是不是大赚了一笔哦？大赚了一笔。啊，不，没有。你昨天不是说早晨要出长途的吗？那是。来之前有活儿，后来人家客户不是把订单取消了吗？这就没正常。哎呦，做你们这行的也有煮熟的鸭子飞了的时候哦。是啊，那我这行跟你肯定不能比，是吧？那你就睡到太阳晒屁股，想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起，起来了也不需要干什么，该逛街逛街，多潇洒。我是住夜班的嘛。你还真是做夜班的，不是？你做哪种夜班的？那种，你不会觉得我是那种做三陪的吗？我才不干那种下贱的事情哦。哦，不是做三陪就好。这是去哪儿啊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
哎，你们这个小区是不是老出事情？没有啊，这小区挺安全的。你别老在这瞎溜达了啊！你就找地儿坐会儿，坐会儿，坐会儿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咱这小区治安条件挺好的，你别看它破破烂烂的，治安条件各方面都不错，小偷都看不上。你干嘛呀？啊，没事，我就是刚才卖桃子回来的路上看到警察了。在哪拍的警察了？两个警察，一男一女。那个跟咱小区没关系，坐下，那是去对面小区的啊，别怕。我刚住到这儿没好久，就碰到两回警察了。这碰到警察，我觉得是好事儿啊。对吧？说明咱们这边有安全感。倒也是哈。你怕警察？哪个不怕哦？我就不怕警察呀，身正不怕影子斜啊，不做亏心事儿，不怕鬼叫门，怕什么警察？你啥子意思啊？好像我做了亏心事一样啊。我就随口一说，这反应干嘛那么大呀？不是想去大佛寺吗？我带你去大佛寺。嘿，真的呀？啊，真的。你这样，你回去归置归置，然后咱们待会儿就去。蹦蹦蹦蹦蹦蹦蹦，夏卡拉卡，蹦夏卡拉卡，夏卡拉卡。哎，搞快点！哎，一会儿进去，我们就个人拜个人的菩萨，个人烧个人的香，懂没？还有这讲究吗？哎呀，当然了，新城这里嘛。来，哎，钱包挺好啊，挺贵的吧？啊，别个送的。哎呀，走嘛走嘛，走。
先生他怎么样了？病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至于能恢复的怎么样，现在还不好说。两个伤是个远，不都跟你说了吗？今天的日子不适合进行。你这个人还挺讲究的哟，真是看不出来。怎么着，回去吧。哎呦，转一下嘛，我都好久没有来这边了，去看一下淮河嘛。淮河有什么好看的？你是担心生意没得做？哎呀，你放心，今天你的车我包了。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啥子意思？我晓得你是没得心思陪我耍，要是对面那个女的陪你来，肯定好有耐心哦。不是，你一天到晚那脑子里面琢磨什么呢？瞎说八道什么呢？可惜了，别个都已经嫁出去了。差不多得了啊，过分了。柳梅，你过来一下。柳梅，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一些情况。你跟翟大川是什么时候结婚的？去年国庆。不是原配吧？不是。请问这是审讯吗？不，只是普通的询问。那你们能不能不问关于个人隐私的问题？可以啊，你有权利保持沉默，但这不利于把事情搞清楚。当然，你们警方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。那好，我们先把这个事情放一放。翟大川这次出差是因为催款吗？大概是。什么叫大概是？我从不过问他关于做生意的事情，他只是出门之前随口说了一句。欠他钱的是哪家公司？不了解。昨天晚上你在哪儿呢？我？嗯。快来，你看，我这前脚刚回，你后脚就到了，真巧。真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我的围巾落在你这儿。我在家。一直在吗？一直在。谁能证明？证明？我在家需要什么证明啊？你们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是怀疑我做了什么吗？这是在调查情况，也是对你负责，你懂吗？
也就5000多。呵，听你这口气，也就5000多。咋个了嘛？现在好点的手机都不便宜。哎，就是特好奇，你是从事什么行业啊？啊，你那钱是不是都大风花来的？想怎么花怎么花。我发现你这个人很奇怪，咋个那么喜欢管别个的事情呢？对对对，我管闲事，我不说了，好了吧？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行了。停车！让你感受下速度与激情。警官，我先生现在躺在重症监护室，都成那样了。你们不去调查车祸的原因，反而去怀疑他的妻子。你那么肯定是一场车祸？不是车祸，那是什么？我们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不过可以对你说的一点是，这不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，有可能是一起刑事案子。案子，对，是案子。案件调查阶段，你不能擅自离开秦河。他们办这案子也合适啊。这个，哎，那马东升那儿，咱还要保持监控吗？四幺站的琢磨了一下啊，基本思路是正确。你甭管说是作案动机啊、犯罪手段啊，以及逃逸路线啊，基本差不了太多。但是你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马东升就是嫌疑人，是吧？但是呢？也提供一个好的线索，就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可能那个职业特征跟马东升差不了太多。行，进来。余队，李斌又来了。又来捣乱啊？不是，说是来赔礼道歉的。哎，是吧？这一定被收拾了。大海，哎，你去接待一下，客客气气。哎，可他说一定要见您。